知道这长得最丑的面包啊，其实是最健康的哦。正宗德国的活康面包啊，有一个很俏皮的称号，叫做恶魔的屁。因为呢，它比一般吐司啊多出了7倍的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。虽然名称很难听，但非常受到女性喜爱。三个小时元，面包店打出了1元面包的促销活动，还没有开卖就已经排了长长的人龙，全都是为了这家德国来的健康面包。这个是我们的很健康的福康面包，它的 density 密度很高，还有 fiber 也是很高，100公克是7.3公克的 fiber。这个是在台湾是最高的。来自三代烘焙世家，有最温柔捏面手称号的 Michael 亲自操刀正宗的德国活康面包。这种面包还有个特别的名字，叫做恶魔的屁，因为含有比一般吐司多出7倍的膳食纤维，相当受到爱美女性的喜爱。对吃的人对你的微笑，对呢很好。它吃起来很有嚼劲，就是很五谷都嚼得到。对，就吃起来越嚼越香。打出了最丑但是最健康的面包，要抢攻民众的荷包，让您不仅看得到真材实料，也要吃得到健康。